肚子好饿呀，哎，吃个大草莓。大草莓真好吃，是辣冰糖味道的呢。姐姐姐姐，我还要吃。你个小吃货，你等着，姐姐马上给你做。伙伴们，今天又吃辣冰糖了，开吃吧。猜对了吗？今天好多蓝色辣冰糖呀。谁把我的库洛米给我弄坏了，哼哼，生气。伙伴们，你们会唱小星星吗？小鱼辣冰糖也很好吃哟。哎呦，这会儿腮帮子怎么有点疼了呢？嚼的太多了，呵呵。是空心脆耶，好吃好吃。是鸡仔辣冰糖也不错呢。哎呦，好吓人呀，阿飘。姐姐，现在几点了呀？是不是该上学了呢？吃饱了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